早上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课，他总是笑着跟客人说话。今天主要看生词，请大家看，我读，你读，比赛，比赛，比赛，照片，照片，年级，年级，又，又，聪明，聪明，热情，热情，努力，努力，总是，总是。我们看几个词，这是什么？年级。对了，我们可以说一年级、二年级、大学一年级，我们可以说大一，你们是大一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，所以我们说我是大一的学生。OK， 大学有几个年级呢？大学有四个年级，大一和大二是低年级，大三和大四是高年级。我们常常说 HSK1 就是 HSK 一级，就是这个年级的级。我们现在学 HSK 三级。这个词，热情，对吗？我们说对什么什么热情，比如说服务员对客人很热情。但是我们可以说热情的天气吗？可以说热情的夏天吗？不可以。我们说热情对谁热情，对什么事热情。请大家用一分钟看这些词，然后记住这些词。 You can pause here and take 1 minute to memorize all the words here. 好了，我们来看，这是总是，这个呢，又，这个呢，比赛，照片，年级，聪明，努力，热情，很好。我们来看几个生词，第一个是比赛，这是什么比赛？足球比赛，对吧？2018年俄罗斯足球比赛。这是什么比赛？游泳比赛。这个呢？唱歌比赛。这个呢？篮球比赛。我们说一场比赛，一场足球比赛，一场篮球比赛。场是量词。第二个，这是什么字？照片。对，你看他在做什么？他在拍照，这是一个动词 verb， 拍照，这个就是照片。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拍照，拍自己，对吗？所以叫自拍。你喜欢自拍吗？再来看，这是什么？墙，墙上有很多照片，对吗？照片挂在墙上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说？用上次的语法，墙上挂着很多照片。对了，墙上挂着很多张照片。总是，我们有三个图，哪个是总是呢？看这个，他
总是不吃早饭，哪个是总是？对了，一个月他有很多天不吃早饭，他总是不吃早饭。这个呢，一个月有几天不吃早饭，经常，他经常不吃早饭。这个呢，很少，对不对？他有时候不吃早饭，总是。看小刚怎么样？小刚总是不记得写作业。长沙总是下雨，你总是做什么？我们看第二组生词，我读，你读。回答，回答，回答什么？回答问题，回答老师的问题，对吗？那回答是这个意思，这个用中文怎么说呢？对，接电话。这个用中文怎么说呢？回电话。 OK， 第二个，站，站，我们会说站在什么什么地方，比如说站在门口，还有站在楼下，站在外边，站在什么地方。这个饿，我很饿，对吗？我饿死了，不是真的死了，只是我饿死了，我非常非常非常饿，我快饿死了。 OK， 这个超市，超市，蛋糕，蛋糕，年轻，年轻，认真，认真，客人，客人。 OK， 我们再读一遍，我读，你读。回答，站，饿，超市，蛋糕，年轻，认真，客人。 Again, you can pause here and practice. Okay. 这是客人，很好。蛋糕，超市，饿，年轻，认真，回答，站。 OK， 第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蛋糕。这是什么蛋糕？生日蛋糕。一个蛋糕，一个生日蛋糕。这呢，它我们说这是三块蛋糕，三块不是一个啊。桌子上放着三块蛋糕，这是客人。他们去小熊威尼的家，他玩，他们都是客人。他们都去小熊威尼的家玩，他们都是客人。可以说做客，到谁家玩，做客，去朋友家玩，可以说去朋友家做客，做客人。还有什么客？这是旅客，
什么意思呢？旅游，旅游的客人，旅客。这个也可以说游客，旅游的客人，游客。Okay. 这是什么字？这是容，容易的容。容和客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，容易，客。再看四个形容词，这是聪明、努力、年轻、认真。我们来看，这是小刚的作业，这是小丽的作业。这个认真吗？写的不认真。这个呢？写的认真，很认真，对吗？再来看，这是一个人，他老奶奶，这是他年轻的时候，所以奶奶年轻的时候很漂亮。再来看，他在做什么？做作业，对吗？很忙。他呢？工作，他们很努力，所以他努力做什么？他努力工作。他呢？他努力学习，努力做作业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，请大家认真看。第一个，比赛；第二个呢，照片；年级；超市；蛋糕；客人。白色的字都是什么？名词 nouns。 Okay, 下一批，聪明；热情；努力；饿；年轻；认真。黄色的字都是形容词 adjective。 下面一个，回答；站。红色的呢？对，动词 verbs。 总是；又，它们都是副词 adverb。 OK, 请大家书上的练习33页， You can pause here and practice. OK, 我们来看，第一个是比赛、超市、客人、饿、认真。 OK, 第一，什么快到了？快去洗水果。洗水果，所以是客人快到了。第二，工作到下午3点的时候，我常常很后面是形容词，是饿还是认真呢？我们再来看。第三，这个孩子工作的时候很怎么样？大家都喜欢他。很后面是形容词，所以是很饿还是很认真？对了，所以第二题是饿，第三个是认真。 OK, 第四，这是什么？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这是什么？比赛还是超市？对吗？看第五，我下楼去买点东西。去哪儿买东西？去超市。所以这是什么？比赛。我下楼去超市。第二，年级；照片；蛋糕；总是；努力。 OK, 第六题，你怎么还看电视？不什么学习，怎么能找到好工作呢？不什么学习，我们说，对，努力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对吧？他说什么？我只看了
半个小时。第七题，这张什么是什么时候的？这张，所以这张照片，量词是张，是我妈妈小时候的。第八，你怎么什么想睡觉？他说什么？我工作太累了，起得早，睡得晚，所以你怎么总是想睡觉？第九，这位老人是谁？他是我一什么时候的老师？现在已经70岁了，他是我一年级时候的。第十，您奶几块？块是什么？对，几块照蛋糕，块是蛋糕的量词，两块。你们都做对了吗？好了，我们下课再见。